天使送进来的。我拦您一句高兴吧，怎么着？长翅膀的不一定都是天使，还可能是鸟人。什么乱七八糟的？您看见我往台上一站，哎，感受着这种热情是，而且今天也是联青社扎根在咱们赛场营中一周年，对，大好的喜事。嗯，曲艺在这扎了根的是，其实咱们老百姓都知道啊，相声讲究四门功课，说学逗唱，说学逗唱，哎，这四门哪门弄好了都不是太容易啊，那中有些学问，哎，而且今天晚上来这么多人，嗯，乌泱泱1000多人，是，您是来听相声了，对了，我看不乏很多年轻人。年轻朋友很多，但作为我们80后，很多人不听这传统艺术了，越离越远了。干嘛去？嗯，听歌去，爱唱歌的多。那 KTV 是是是，拿着话筒，麦霸，麦霸，嘎吱嘎吱在那唱。我就不太爱听啊，良心话。您不爱听流行歌吗？为什么？我觉得那词儿写的不好，歌词有问题。你看我听过那么一首歌，哪首歌呀？我闭上眼睛就是天黑。哦，流行歌曲。谁闭上不是天黑？谁这还那首歌啊，我的家在东北松花江上啊，唐人，你要不住江东，哎，要不住江西，哎，你住江上，嗯，是黄花驴是怎么的？这您怎么抬杠？还有一首网络歌曲最气人，哎，哪首吗？就那首，怎么唱的？你让我等你一天两天四五六七天，这能等一个吧？等一礼拜不就完了？那是，所以说你不听这个。有同感，人家不笑话你呢，爱抬杠而不听这个。哦，而且现在您看吧，这口水歌满街都是，口水歌呀，还什么月亮之上啊，哎呦，对对对对对，最炫民族风了，凤凰传奇。那天咱们奥运会，嗯，这不是刚刚结束的奥运会，刚闭幕的。哎，对，那个兔子呀，肉弯兔，奥运会不是刚闭幕吗？您这什么英语啊？这是兔子呀，肉弯兔吧？您就说2012就成了啊？不是刚结束吗？嗯，好家伙，我记得开幕式我还看。开幕式您看了？开幕式我还看。怎么说？咱们这中国队一入场，您高兴吧？我跟着哇哇掉眼泪。爱国？我多不爱唱歌的，那天就站起来唱歌了。唱国歌吗？还不唱国歌？那您唱什么？有民族特点的。您唱哪首？5000年的风和雨呀，藏了多少梦？这也成。黄色的脸，黑色的眼，不变是笑容。嗯。什么样的节奏，他嘴呀嘴摇摆？什么样的节奏？丢人来了，这是听太多串了，您太拧巴了。我现在早上就买早点，就是这套，吃早饭要切个闹，煎饼果子来一套。听的太多了，哎呦，我跟您在一块儿脸都发烧。这歌，而且我觉得有时候还出事儿，出事儿。我有一老哥哥，忘年之交啊，最喜欢这个看足球，跟我一样是球迷。前几个月那段时间不是看那个欧洲杯吗？哎，我最爱看，尤其是总决赛啊，意大利队湖人刚一出来啊，刚是意大利队湖人，你家串台了吧？对哪儿火箭了是怎么着？哪儿？西班牙呀！不管对哪儿吧，啊，一好球，砍枝就进去了，踢进去了。哎，老头一高兴，喊声好，我们都喊好球，好。可是老头心脏不太好，年纪大，就这一下，啊，心脏抽抽了。忽然想起来那儿有这个速效救心丸，舍底含一粒。哎，他儿子正在那玩电脑呢，赶紧叫过来，赶紧叫，嗯，要要。小孩拿着儿子过来的，嗯，切克闹，切克闹，要要，切克闹，切克闹，享年59岁。不听这个，您不爱听。你像我们那个80后啊，虽然我长得着急了一点，您就别提这个。但是如假包换，80后，您80后，而我们爱听这个传统的小曲小调。您还爱传统艺术？哎，各种戏曲，南昆北呀，这都听。南昆北，东柳西哎，都听。为什么？觉得有味道，那种有韵味。而且这个作为大西北的，我最喜欢听什么？听什么呢？最喜欢听秦腔。咱们陕西的这戏，为什么？嗯，这是咱们西北人性格，能体现咱们的性格。干猛愣蹭那么豪迈，就这豪迈二字。我听说咱们这儿很多这个秦腔团啊，对对对。但是您要想听秦腔，有一个必要的，什么必要条件？您得会懂这个陕西话。哦，能说陕西话，其实不难懂。哦，有一点小小的区别，您给咱们银川那边人介绍介绍。您比如到陕西，脑袋不叫脑袋了，脑袋叫撒。
福气，多有劲。啥啥？哦，衣服不叫衣服，衣服那儿袄。裤子不叫裤子，裤子怎么说？缝儿，有条缝儿。鞋不叫鞋，鞋还。是这个发音。棉鞋还不叫鞋，棉鞋叫窝窝。窝窝。身后不叫身后，身后咱们怎么说？钩子背后。咱们冬天去买双棉鞋都这么说。我怎么讲？美女啊，让我看一下你身后的那双棉鞋。这是普通话，地道的陕西人说出来容易挨揍。这话能挨揍吗？女子，嗯，让我看一下你钩子后头窝窝窝。很多有区别的，还有什么区别？您比如说呀，啊，有这么三个字，哪三个字？叫一根棍，一根棍，全国各地说出来都不一样，都有什么区别？您先说北京吧，北京人，今天来了很多北京的老师，是是是，北京讲究一个儿化音，我带着小拐弯，一根棍说出来，北京话，一根棍儿，配一根棍儿，是是俏皮，不一样吧？不一样不一样。您到河南，河南老乡，哎，河南老乡说话俏皮，他们怎么说？一根棍儿。您听听，速度挺快。哎，您到山西，山西人，山西的这老乡啊，爱吃陈醋，没错，说话朝下走，往下。你说说这个味儿，您学学。一根棍，这棍掉谁的人根？您到陕西，他就好听了。咱们陕西人根萌萌从朝上走，怎么说的？一根棍，我有劲，没错。哎，这还是名词，还有什么呀？还有那个祈使句，就是问这么一句，就是问话呀。就是那个干什么？干什么？我打也对。您尽量不要讲英语。人家说这不一样。怎么说？北京人说话。北京人。嘿，干嘛呢你？嗯。嘿，干嘛呢？我上宫里看看你去。对，你上宫里。这不太咱们的口了，哪说这个？到天津不一样了。天津人。哎，走慢。九和山。哎，走慢。有点江湖气。哎，您到了这个河南。河南老乡。一样那么俏皮。还这么说吗？能啥人？是这味儿。您到兰州，西北呀，哎呦，西北风就出来了。怎么说的？哎，你做啥子你？这是兰州。哎，你做啥子你？哎，您到山西，它一样得朝下走。还朝下吗？奏圣郎。那可是个倒牙的，还得朝下走。对对对，就属到了陕西，嗯，又干脆又利索。怎么说的？炸。所以说呀，我喜欢这个秦腔的这个感觉，这个硬度跟这个语言是相通的。当然不光是因为语言喜欢秦腔的，嗯，我是觉得别的戏种啊，不是要不是听不懂，嗯，要不是太啰嗦。这话怎么讲呢？您就比如我有一次去河南呢，上河南，不是说人家戏不好啊，是我听的这别扭。怎么别扭呢？为什么呢？嗯，就是我听了一段自我介绍。自我介绍，我也不知道什么戏吧，啊，我睡死过去四回还没介绍完呢。那您是看戏前吃了安眠药了吗？这是。你像我平时介绍很简单啊，我叫苗阜，性别男，爱好女。哎哎哎，你又搞对象来了？你这自我介绍吗？没有这么说。哎，我到那儿你听那个啊，河南这戏，好家伙，还拉着弦子呢，是豫剧吗？唱啊啦啦唱，唱一根唱，那个吹。让您安静。那个吹，他太太嗓子。那个吹，他马上要唱。当当啦啦啦啦啦，一字儿当。下面是没词了吧？吹呀吹战鼓，响啊响叮咚。还有，吹战鼓啦响叮咚啊，城楼上走来了我吴月英啊，小。本叫那个吴月英啊，吴月英本是我小奴的命啊，小奴我今年那是吴月英啊，俺姐姐名叫吴凤英啊，俺姐姐名叫吴凤英，吴凤英就是俺姐姐的命啊，俺姐姐今年19岁，小奴我活了17冬，小奴我活了17岁，俺的姐姐过了19冬，俺姐姐比俺大2岁，俺让你姐姐小两冬，大呀大两岁，小呀小两冬啊，俺姐
按书用啊。太适合了，哎，这是一方面是啰嗦，啊，另外一方面呢就是听不懂，还听不懂。您比如说我到沪上，哪儿？有一次我到沪淮啊，沪，我，你看你这英文，你这不是您说的是沪简称啊，简称上海简称沪，哦，对吧？上海上海是沪，对，山东是鲁，河南是豫，陕西是秦，银川是宁 A 了，哈。就别提这宁 A 了，这都是简称嘛。留到沪上嘛，我也不知道人什么姓，到上海去了。哎呦，我跟人小姑娘都长挺漂亮。你是看姑娘去了吧？听人家感觉特别好。哦，哎，扎两个小辫麻花辫，哎，穿着旗袍，抱着琵琶，哟，抱着琵琶，波啷啷那么一弹，波啷啷。我不会弹，我就会弹吉他。哎呦，人家小手绢拿在手里，嗯，哎呀，那个感觉好极了，好看吗？媚态百出啊，怎么唱？哎呀，那个味道好极了，你给学学。家把酒发，家中饭，家把中饭，家一饭，家把一饭，不要去，一家是来家。走呗，你这你进去回家，哎呦，怎么什么意思？不知道什么意思，你这什么表情？我就看您这儿美的慌。其实呢也不难理解啊，您会也这么两个词儿啊，俩词儿什么都明白了。哎，没俩词儿，一个是吃饭，这上海话，下饭，下饭。哎，还有一个呢，睡觉，上海话，困觉。困了，哎，不是劳驾啊！您把您那戏再唱一遍，我再给您来一遍，回味回味。您听着啊，家把走分，家中分，家把中分，家一分，家把一分，空高去，一个心里恰走分。就是学习秦腔啊，就您不喜欢就行，不喜欢我就喜欢秦腔，就爱听秦腔，尤其是喜欢这个秦腔的那种老包戏，包公哦，包相爷，你看那个别的剧种叫花脸，那叫京剧花脸，到了陕西取了一个美名词，叫他黑发，头是黑的，大黑脸，嗯，都看出来了啊，是是是，包公画一大黑脸，对对对，脑袋上还有一月牙，这有讲究，有什么讲究？你说日断阳，夜断阴。还有一个讲究，还有什么？就是告诉别人的啊，白天不懂夜的黑。哎，对，哪都这话。每次判完就要说一句：“我代表月亮弄死你。”哎呀呀！这猫进来的。有那么一出戏叫铡美案。铡美案。哎，铡美案。对。说在开封府。嗯。包公啊，包相爷是摆好了油锅呀、啊，准备铡陈世美了。当时啊，就烧火，火已经点着了。消炎，消灭，消灭。火已经点着了。铡美案呢？开封府啊，吃油锅。炸陈世美，为了消炎吗？消炎干嘛？炸完了蘸吃啊！炸的，炸死他！炸呀！加三口铜炸龙虎狗黄四的，您不管什么，反正要弄死他！哎呀，代表月亮弄死他！哎，这头是个醒目了，你这会儿不能白死啊！人家是有主的人呢，闲什么话？人家是驸马呀，驸马爷，驸马爷呀！嗯，就在这个时候要炸没炸的时候，怎么样？这人家铁扇公主闯进屋来，这马上要谁呀？铁扇公主救驸马爷，铁扇公主救陈世美，那救回去给牛王吃吃，还得炸油锅，你知道吗？铁锤公主呀呵，有一公主叫铁锤林信吗？铁蛋，哟呵，你选一个，我不选。秦腔里这公主啊叫玉芝，玉芝公主，玉芝公主闯进宫来要救她的汉子陈世美，驸马要救她的驸马陈世美。包相爷一看呀，开封府里头人家最大，是那皇亲国戚，人家是公主什么呀？对对对，人家是金枝玉孽，玉叶，金枝玉叶。哎，这个不能这个什么了，奉子龙孙。您看这旁边站两排都是这个衙役，对，一个个吊个脸，八大勇士那还、哎、那王朝马汉张公赵虎展昭吴蜀就站好了。哎，展昭吴蜀那会儿还没有参加革命呢，站满要喊那唐威威武啊，要喝威武。这一喊那下边公主怎么办？惊个架。哎，包公赶紧说了，怎么说的？我说那么人人呐，就不要在这儿站着了。完了啥了？你说你。您不是介绍的秦腔吗？这不开封府啊？开封府就说
说河南话呀？我这介绍剧情啊，你记得？我说哎，那别在这儿待着了，别在这儿藏腿了啊！一会儿啊，那个人巩固在下面咋办呢？像得好，吃个糊涂面吧，这是。别搞了，往后改，往后改。你别这么麻烦啊！你要到陕西六个字解决任务，就这么一套话六个字。哎，哪六个字？摸后尾，摸后尾，迈后腿，往后退。哎，你往后退。嗯，您唱出来更好听。唱出来什么歌？最大的特点什么样？听不清词儿。哎，那我听什么去了？是吼秦腔，吼秦腔啊！哦，就听这风味。哎，您能听出来这个尘土飞扬？哟，我爱上了，有晋级了。您来学学。摸后尾，迈后腿。嗯，公子不必同僚悲，久了夫家里又亏。你看老鸨长得美，头顶黑，身穿黑，黑咋黑？别人一定黑。好，谢谢，谢谢。看西北的味道，这是西北特色，西北特色出来了。嗯，当然不光这个有劲儿，还讲理。什么呀？讲理，每一句唱出来你抬不了杠。你稍微等一下。据我所知啊，这个地方戏往往失之于粗糙里啊，这个不严谨。也不，这是胡说啊，胡说。秦腔就是真理地，什么叫真理地？抬不了杠，知道吗？我要能跟您抬了怎么办？你说怎么办？怎么办？成，您唱唱。哎，我唱，我听听，我一句就来啊。不信了我还。哎，你睁开眼睛听好了，我睁开眼睛见过我。来听听。出门来自觉地几杯桃红，各位听我这词儿讲理一点不讲，他说出门来只觉得几杯桃红，哪儿不对劲了？那您这不废话吗？他还有一定的道理。什么道理？为的是把肚子放在前头，走一步退一步，全当我走，吃一碗倒一盆，一辈都不够。谢谢您各位的热情，吃不敢当，是相声界的一个小学生，还在学习。当然了，我们这代人呢，啊，也想啊继续的传承相声啊，发展，希望能为这个事儿做出点自己绵薄之力。哎，当然，我觉得这相声呢，要想发展，嗯，除了我们坚持传统之外，对，还要与时俱进，我继承新的。哎，您看我现在呀，我就说不能光学这个蹦蹦蹦蹦蹦蹦憋死牛绕口令了，不能练这些传统节目了。哎，您还得练一点那个跟那个与时俱进。你跟世界接轨的东西，跟世界接轨。您比如说这个啊，这个外语。哦，您还学点外语？您看我年龄不大，今年刚好三十岁。嗯嗯，但是我已经会十几个国家的英国话了。嗯，这不是我说的，这点我好。别喊我，十几个国家的外国话就是一门英语吗？您甭管这种会的多啊，会的多，你知道吗？各种东西我都知道。您会的英语就是刚才那兔在过万兔年，是吧？这是开个小玩笑，小玩笑，别开这玩笑，开个小玩笑，还你尴尬的句子，我不尴尬。你看我字母我能说出来，嗯，单词我能说出来，我还能拼出来。越说越来劲了，对。您比如说有这么一种东西 啊，叫中华田园犬，这是什么东西？土狗。嗯，拿英文说出来没那么复杂的，人真拼。就说出来叫 dog。您给我拼出来，这叫简 dog。我操，还真对道是吧 ？dog 还会什么？还那小猪，猪小猪，你知道吗？嗯，二师兄嘛，小谁二师兄？就小猪啊，嗯，人叫 pig， 拼出来，哎，就是 pog。知道吗？错了不是，错了不是，没错没错。P I G，P 油剂嘛 ，P I G， 猪是油嘛，猪是癌，猪是油嘛，猪是癌，猪是油，猪是癌，猪是油，猪是癌，猪是油，啊，猪是你，骂大街去吗？我哥们不猪傻，我还不知道，你都是套知道吗？这个我没有，我不在乎，你得冤枉我呢，这是。就为这，我天天练去，你知道吗？别的，过去我们这相声大会呀，每次有演员下台。嗯，后台都得道辛苦。对了，都这么说。怎么说？哎，辛苦辛苦辛苦，我得回礼啊。在我们那儿现在不让说了啊，必须用英文交流。这怎么说呀？演员一下台，后台站一大哥，怎么说 ？You are cool， 什么意思？说得好。回礼呢？这位还得回。嗯 ，Where？ 什么意思？哪里哪里。哎，上大街呀！啊，上大街，原来打招呼都这么打。怎么说？哎，哥哥，啊，你吃饭去？哎，啊不，我吃饭去。啊，哦，我以为你要吃饭去。
这是俩傻子碰见的吗？不是那种语言吗？您就说您现在怎么办了？现在不能这么说了啊！现在打仗我不用英文，英文你叫 hello， 你好 ，where are you going？ 上哪儿去？还是赶紧回答。怎么回答 ？My 616什么意思？我六一六。就是夹个腻子鱼，什么鱼？就那个滴溜溜国家夹个腻子。哎，我学那最好了。您会说吗？哪有啊？可得比英语好啊！请假名现假名，哎，一五一卡地七五七。日语这绕口令呢？反正日本人这人特客气。哦，卡西爹马西爹，走走马西爹。全客气啊，这个。我天天拿这个绘画手册啊，学说话。哎，日语绘画手册，哦，解决过问题。就您这日语还解决问题？那天我一大街上 啊，我看见两个日本人打起来了，打起来在那打架，哦，打得头破血流。我说先别打，先别打了，制止他们。先把钓鱼岛给我们弄回来。哎呀，别干事儿了。管得着，真的。我问清楚了情况，我就这没这事打架，你知道吗？为什么？我说这这日语直接给真，把他们吓着。哎，我就跟，呦呦呦呦，来来来来来，山东话都快出来了，这个观众，废话有了吗？哦，你那又拿来陈德三，陈德三我拿来你来啥？镇住了，哎，镇住了。不是他问什么打架？非常简单啊，来咱们这个中国也没见过牛头。我没见过油条，那天分去油条不多了，嗯，分不过来，嗯，刚好我也去买油条，他们就给分不过来打起来了。哦，我说给你们分分吧，你怎么分的？我说你瘦一点，你拿一个啊，你拿一个啊，你我拿俩，你拿俩，我中中瓶，你胖点，你拿仨，哦，哎，你拿仨，我拿俩，你拿一个，您日语怎么说的？说出来好听极了，你给来了，你拿一个来，给他仨，他就看我拿俩。